打开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。这样子呢，今天呢，我就是要准备去录音。我今天要录的歌呢是《吃板面》。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呢？是因为我最近就是流行那个蘑菇蘑菇嘛，我就觉得很好听的，这个歌很洗脑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有没有办法创作一个类似曲风的歌曲，然后是跟马来西亚食物有关的。然后最后想一下呢，我就决定从我最喜欢吃的板面下手，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歌叫做《吃板面》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走去录音，走。Hello。吃板面。OK 啦，就让大家容易唱。嗯，我觉得你是那。我表演的时候也容易。哦，你有打算要表演？因为我现在每天出去哦，我没有歌唱。对，和你一起太高了。板面，欧米的板面，将鱼仔要放外面，就放里面这些面的就好。嗯，不用放里面，啊，就放里面。这样才好听，就是那个什么好吃的东西太多了，好多的肉碎，对，这样才好听。今天我们要挑战一天吃五个板面， Let's go。 你可以讲话，这个要收音的，这个要收音的。叫我讲五个板面啊！可以可以可以。今天我们要挑战一天吃五个板面， Let's go！ OK OK。好吃的板面走。哎，很好用哎，这个。很好用哎。来，老大不要走，这快，我还在。你不用跟来了，不用跟来。可以了。OK 吗？我看不到。很好喝，很甜很甜。海伦很甜，海伦不会演。对对对。我下的时候 ，Kip 应该会很死。因为拍的很大个，对啊。你要背着你镜头啊？没有啊，你自由发挥，自然是。自然手放镜头也是 OK 的，啊、你镜头就这样哦。我有排泄嘞，这么多人看着我吃。可以，再来继续继续继续，来一二三 go。 女性有那种三八三八的特质。Oh my god， 老金。
汤粉，我们在做什么啊？现在这个面都不会吃好了。看，再给你搞开完。我要比一次夸张。One, two, go, 来吧，老爸。我们讲团康舞的。可以啊，有有 ，OK。哎，讲的不要太认真，这么高调。就做的。辣椒。是进去跳的那个才对。将鱼仔放外面，干老板面，干老板面。吃的好像很好吃，我比较喜欢吃整面，炒那种，对，最好吃。说到外面的板面都不好吃，这个真的好吃。超大只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！想不到饭里面，我喜欢干老板面，哦，干老板面，辣椒最美味。要不行。这个能用吗？这个